老衲，你回来啊？吴家文，那是伊啊！你既然在宝娜家，宝娜，宝娜，敢是你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就是之前做袂见证的代志，即马目睭才会看无。那安尼，我就来帮你练习一下，等量甲反应。客人车，是啦，来啦，我帮你开车门。多谢你哦，谢你啊，多谢。小姐，到我啦。多谢哦。四个拢是车，我到底伫倒位？志文两个人伫病院，我看到两摆，两摆拢安尼嘴笑目笑，你敢敢讲无？有，是你啦吼！你要替你腹肚内底囡仔找病老爸，莫莫找孕路的翁。清醒的，林家大门大户，你腹肚内底的囡仔，不是林家的种啦，你找无门入去啦，这狐狸哦，变成啥啦？腹肚内底的囡仔，上阿歹是查某呀，到时若种到你的个性哦，大汉了，唔知要害偌济人啊！你要安怎讲我袂要紧，莫看到我的囡仔，安怎？这么大声哦，你去诱拐别人的查甫人嘞？你先大声啥？啊！偷给你哦！你为什么要那黑惊我啦？这是我的，你朋友白来啊！你就是欠怕啦！你爸爸这么破病，人在病，所有的人拢乖照顾伊，厝内面无人。我跟你讲，你之前目睭会青眉，恁爸肝会出问题，这都是报应。我着恁爸仔囝，我着知影，啥物人生啥物款的查某囝。头家娘，你是安怎啦？你要紧无？你家己也毋知咯，我今仔日就予你做替死鬼。哪个家伙敢说会啊？露西，你害死我的囡仔！你明明知影我有心，你给我扯落去，还要抱落去楼梯卡！你吃好你吃，你心肝够强嘞！你给我金丝拨来，你给我金丝拨来！妈，真正是超过伊，是因为头家娘的嘴落去，所以。你这摆意思是，我唔对。我知你想过，你今仔日是安怎对我这么好，要唬我？原来你拢是有目的的，你害死我的囡仔，搁甲这个世
是不可能原谅你。你看冷静哦，你千万不要做我代志。做我代志，哪让你不干呢？我根本想要话，你敢讲？印度，我拜托你，我要话讲啊！印度啊，今个咪该放来啦。吴嘉文，你唔免加好心吗？我今仔日会变到走投无路，拢是你害的。若不是因为你甲志文做伙，我嘛袂失去你，伫甲洪姐做唔着代志。误会代志，拢是你引起的，根本无适合我进这世间。你给我放下！你把我忘了！我亲自讲过，你来打动个真的啦！你赶快拍掉！你先站好，我看一下住址哦，站好哦。应该是这啊，那门牌号码无同。有人伫个无？阿桑，恁家敢伫遮？吴嘉文，你当初我叫你无头闹是吗？轻轻猜猜找一只流浪狗，就要来对付你。我要送你的礼物无这么简单呐、啊。这只狗已经枵几下工啊，为着吃，什么代志拢敢做，你要试看卖无？原来需要你到三更的时段，这么着急约你来做 SPA。 吴嘉文，你这个不更小找我破坏我跟林志文的婚姻，现在连洪姐你也要争，你到底有多欠十个人，还是你的本性就这么不更小？你骂你啦。吴嘉文，你怎么这么怂，怂到欠人失格？你这个不更小的男人，你是要走哪里啊？你男人一个怪怪一个，你不认为你自己这么垃圾是吗？我才不会把你和这个男人叫男人，你好你这样怎么能把你打死一次？我不准你想好好听啊，竟然敢杀我，